嗨，今天莹姐给你们看这浅色香槟色小泰迪哈，这颜值真的是绝了，这是刚刚更新的，目前已经三个月大了哈，看一下长得像个小娃娃一样，超甜哈，眼睛是又黑又亮的，鼻头也是小小的哈，从侧面看嘴巴就是短的哈，超好看，还有后背的毛量看一下，淡淡的暖暖的，体型也不大哈，毛量超厚实，再看一下正脸，真美宝贝，看看哪家长把你带走啊。